钱包合法吗？云钱包并不是合法的，而且也不可靠。云钱包的开发运营公司是北京同创源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8年5月成立，成立时间才短短的一年，实缴资本为零。云钱包打自己打出的名号是全民控股的纳斯达克。该平台充斥了网络诈骗套路，包括所谓的银行原始股份投资 AIC 和金股的虚拟数字交易。另外，该公司没有实质的业务收益来源，云钱包上的原始股权和虚拟数字资产交易都是通过拉人头来诱导更多的投资者参加，所以并不可靠。